只要大家在支持，我觉得一点都不难。虽然每天回去都很想哭哦，可是太多人支持了。林高是不是已经快？现在也快就半个月了。其实老实说压力很大了，真的压力很大。今天我没有跑赢，我太对不起所有人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台湾人不能惊啦！秒数已经赢了，大陆的秒数，但是没有破亚洲纪录。我们再一趟机会试看看，我们现在跟亚洲纪录差0.0几秒而已。第一趟破，第二趟更快破比较多。那我看第三趟能不能破亚洲纪录，如果破的话，给你们最快的成绩，好不好？大家讲哦，你如果纪录要破啊，再做一届，破了破亚洲纪录，我跟亚洲纪录差0.几秒，再做一届好不好？不管有没有造假，目前大陆纪录是8.93秒，然后目前亚洲的纪录是8.62秒，然后我们这趟的纪录最快的成绩是跑8.72秒，虽然很可惜没有破了亚洲纪录哦，你们给我2个月的时间，我会让亚洲人知道台湾的车很快，台湾汽车工业很强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还是感谢大家参与。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简尼龟说？不要再说台湾没有快车了，台湾人很坚强，也很团结。台湾的汽车工业没有输过任何人，只要大家在支持，我觉得一点都不难。虽然每天回去都很想哭哦，可是太多人支持了。林高是不是已经快？现在也快就半个月了。
现在也快就半个月了。其实老实说压力很大了，真的压力很大。今天我没有跑赢，我太对不起所有人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台湾人不能惊啦，不能惊。